来一个大海螺，来媳妇，来个大海螺啊！啊，谢大哥，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怎么了？咱们家那么好的海鲜，你不知道卖卖啊？我不也天天拍视频吗？不也没人买，没人点上机子吗？那你再坚持坚持不行吗？那行，媳妇，那您吃啊。我给咱哥姐介绍下咱们家生鲜套餐啊。三包大个的扇贝肉啊，每包的话是200克，来上三包。再让三包鱿鱼脖子，每包的话400克，这个红烧、爆烧啊都可以啊，来上3包。再来上2包鱿鱼须啊，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2包啊。再来上2包花甲肉，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啊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城堡肉啊，这个哈、啊、每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这满眼大香。等一下，再给咱家哥姐加2包黄金鲍。那行，哥姐，这满眼大香14件套啊，2.9万还给你报个价。来，媳妇，来个大海螺啊。哎呦，这大哥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怎么了？咱们家那么好的海鲜，你不知道卖卖？我不也天天拍视频吗？不也没人买，没人给点上机子吗？那你不能再坚持坚持。那行，媳妇，那你先吃啊。我给咱哥姐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生鲜套餐啊。3包大个的扇贝肉啊，每包是200克，来上3包。再来上3包鱿鱼脖子，每包的话是400克，来上3包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鱿鱼须啊，一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花甲肉，一包的话是250克，来上2包。再来上2包大个的城堡肉啊，每包的话是250克啊，这满满大箱子。再给咱家哥姐送2只黄金鲍。那行，哥姐，买卖没关系啊，给咱夫妻俩点双击，好吧？这满满大箱子14件套，只需要2.9万，快！哇，太大个大虾，快吃啊！再来个鱿鱼须。小两口这么豪横，家里有矿啊，天天这么吃啊？家里哪有矿啊，大哥？咱们家有条小渔船，这海鲜啊都是自己家渔船捕的啊，很便宜。那行，那你给我来100块钱海鲜。这一招啊，在我咱们家还用不了啊，我听我给你介绍一遍啊。来，咱们家脆口鱿鱼脖子啊，给咱3包，带黄的大扇贝肉3包啊，五里叉的花甲肉2包，大个的城堡肉，再给你来2包，刺绣鱿鱼须2包。今天下单的朋友啊，我再给你送了2只大鲍，满满大箱14包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个价。真的这么实惠吗？对，是真的。媳妇熟了，哇，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。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、啊、在我们海边、啊、冰箱都塞满了、啊、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套餐。来，这是咱们家章鱼须，来上2包，大个带黄的城堡肉，来上2包，一颗的花甲肉，来上2包，深海里面鱿鱼脆鱿鱼脖子啊，来上3大包，大个带黄的扇贝肉，再来上3包。这个视频啊，然后呢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，再给你送上2只大鲍。这么多海鲜啊，2.9万还给你报个价。真有那么多啊？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大海螺、哦、哎呀，老板啊、哎、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我都找你们好几个月了。怎么回事，大哥？快快快，再给我来一份海鲜。大哥，在咱们家这一张用不了啊，下面有几个冰箱。哎，老公，怎么回事？给我就行了，介绍套餐。我媳妇有点钱。好嘞，3包大个的扇贝肉啊，每包的话是200克，来上2包，3包啊。再来上3包这个鱿鱼脖子，这个每包的话400克，来上3大包。再来上2包啊，这个鱿鱼须啊，这个每包的话是250克，这个红烧啊、爆烧都可以啊。再来上2包花甲肉，每包的话是250克啊。再来上2包这个大个的城堡肉啊，250克啊，每包啊。老公，再给咱家哥姐送2只黄金鲍。那行，好了，满满箱14件套啊，只需要2.9万还给你报个价。哎，媳妇熟了，哇，哇塞，这大哥，老公又做这么一大锅。对啊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都这么做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两口快别秀恩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嗨，大哥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吗？200块钱、啊、在我们海边、啊。冰箱都塞满了、啊、真有那么多啊？这一张啊都塞满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介绍一下咱们的套餐。来，
来，大哥，这还是咱们家深海章鱼须啊，来了两包。大哥带黄城隍肉来了两包，无壳的花甲肉来了两包，大海里面软排骨鱿鱼脖子鱿鱼脆来了三大包，大哥带黄山梅肉来了三包。这个视频啊，支持一下咱们小两口啊。然后呢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再送你两只大欧包。这么多海鲜啊，99块钱还给你报的价。真有这么多吗？是真的。快，媳妇来个大虾，哇塞！看我看咱们家脖子。来个章鱼须。哎呦，小两口啊，天天看你们这么吃啊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这应该很贵吧？大哥不贵啊，在我们海边啊，一个菜才花几块钱啊，都是自己家渔船捕的。真的假的？给我来200块钱了。哎呀，快别吃了。用不着，用不了这么多，哥，这一张就够了。来，媳妇，快先别吃了，给大哥接下来咱们套餐来。哎呀，章鱼须来上两包啊，脆骨章鱼须两包，大哥的城隍肉来上两包，无壳的花甲肉来上两包，深海里面的鱿鱼脖子啊，大海里面的软排骨来上三包。大哥带黄的扇贝肉再来上3包啊。这个视频啊，给咱夫妻俩支持一下好吧，点个小爱心，然后再送你2只大欧包。这么多海鲜啊，2.9还给你报个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